好，行，也这样。前面呢，咱们已经啊完成了啊今天啊两个案例，那么涉及到相关知识点啊，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，在这儿呢，主要啊列举常见的五种选择器，咱们是不是这块已经搞定？通过选择器获取解分对象，只要学习的选择器这块识别也可以搞定，绑定事业包括显示和隐藏标签是不是都可以搞定啊？好，咱们今天的内容啊已经完成，最后还有一个案例，还有个案例。以及这案例里边涉及到的细节性知识点，咱们做一个介绍，做介绍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最后的这个案例，一个全选和全部选的案例。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些方法，一些方法。好，在介绍方法之前，我们呢也是先直接啊来写这个，通过呢介绍的时候写到哪一步的时候呢，可能需要使用技术，咱们来查看这个 API 文档啊，查看 API 文档。我找到是不是这个？拿到它啊，拿到它，因为这些呢，咱们之前这个案例呢都写过啊，不管是无论从需求还是啊这个步骤的分析，不管是解开还是传统 GS 啊，步骤几乎都差不多啊，都差不多，分析这个思路几乎都差不多啊。案例三，使用解 query 完成什么？全选和全部选啊，然后呢，复制进去 ，F2 改个名儿。定幺，确定，全部关闭，选择它，就是长得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完事之后，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咱们之前是怎么做的？先回之前，然后再看今天啊，咱们怎么说？啊，之前我是怎么办？先给他这个，给他拿到他，给他绑了一个事件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判断他的选中状态。如果他选中，下边全都选中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他没选中，下边也不选中。当然，我后边给你提供了一个思路，叫什么？把下边所有的状态给他设置跟上边这个状态保持一致，是不是就 OK 啊？好，咱们今天呢，之前的那个呢，咱们已经做过。今天咱们是不是得使用另外一种思路来做这个？让下边所有怎么样跟上边这个状态保持一致？好。接下来咱们看一下，事件是不是同样要有？好，咱们来写，咱们来写了啊。script 先导这个，啊，完事之后 script 哪一个？不写，不是到了符符号下是不是 function 呢？括号，完事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怎么玩？是不是直接给这个复选框绑定一个事件？是不是这样？因为我们之前是不是也绑定事件？所以这个同样给它绑定事件。好，既然绑定事件，我是得拿到这前面这个。好，这现在现成已经是定义 ID 了，那我这直接用这个行不行？到了符，我这实在没名单啊，我实在没名单，不然就得找几个哥们儿了。select 啊，来是不是拿到了？啊，因为是这样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如果不点名，我直接讲呢，他一听啊，觉得是那么回事儿。如果真的一提到哪个哥们儿啊，让他来说的时候啊，不一样。都提到之后他回答不上来，其实是没关系的，不要觉得丢人。至少他脑袋里面有印象，就是什么？哦，原来我这块不会。我他仅仅是听了一下，就感觉是这样啊，挺简单的。等他自己写的时候，就跟昨天反馈的一样。等一换了一个新案例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立马就傻眼了啊，就这感觉啊。所以呢，有些时候还真必须得把这个东西给吃透。好，拿到之后给他是绑定一个单一事件 click， 然后里面是不是来个 function 呢？对，咱们 jQuery 里面所谓的事件里边呢，都有通过函数来对它进行一个实现啊。这给来什么？小括号、大括号、回车、分号。写完之后上来，然后在这写，那给他来了这个之后啊，绑定，我现在已经给他绑定了，绑定之后干什么？是否给下边所有的复选框设置状态呀？好，接下来问题就来了，我得获取下边所有的它的状态，咱们怎么玩呢？怎么玩？我现在就不加了，我刚才这个加是因为现在上面已经原始已经有了，对不对？捡了一个大便宜，是不是？
这个呢，我就不加。其实刚才那个，我如果不用 any， 其他的能不能拿到？怎么拿？怎么拿？怎么拿？我为一顿的那个啥，这个层级就可以拿到。T H T H T R T H input 是不是就拿到了？因为这个是不是在这里边你看，是不是唯一就只有它一个，所以就可以获取到啊。所以选择器的时候，你也得看一下你具体的 HTML 里边内容来选择啊，这个是比较灵活的啊。啊，当然咱们这个使用 ID 是不是最直接？好，下边这个怎么？别慌，找哥们儿啊，吴坤。你这哥们儿吗？有是吧？怎么了？我要拿到下边所有的候选花，怎么了？所有的候选花怎么了？所有的候选花怎么了？这拿的方式呢比较多了啊，比较多了，能不能答上来？最起码你得给我打一个出来吧。去玻璃下边的 input， 可以，可以啊，是可以的。拿了，现在是不是拿了 input？ 这个 input 是不是我需要的？就是了啊，是了啊。拿到之后怎么办？是不是给它设置那个就行？这是一种，还有没有其他的获取呢？是不是捡便宜？是不是也可以使用这个？所以咱们这里面获取方式呢，不唯一。如果在不改动这个，因为咱们之前是不是拿这个模板的时候是不是都改动过啊？所以不要这个呢，一样都可以获取啊。所以一定要灵活去用。那么你们今天下午之后呢，除了我讲的这个案例，你接下来你就想一下，我换选择器，我不使用上课讲的。然后呢，我尽量怎么样，不给它添加属性，我自己就用原生的它最原始的那个标签，我来获取，看能不能这么去练习啊，练习。因为最终检验成功与否，是不是看最终实验的效果是不是达到了？要达到，说你就学对了啊，学对了。好，咱们怎么玩呢？就按这哥们儿的，他怎么玩呢？刀了符，图儿加引号，别掉，别上去就干一处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而且你干音符的行吗？是不是？因为这上面是不是也有音符的？所以最好是不是要有提包的啊？然后拿什么？除了里边的音符的，而且这儿还不能是不是加任何内容，只能空格啊，只能空格，因为它这里面涉及到孙子的呗，所以这里面啊拿到这个 input 啊 input， 哎 ，input， 现在好已经拿到哈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点 check， 你这点 check 的这是第一个响挨揍啊！这明显呢，他是谁呀？这 error 的，你给我弄 check 的谁的？报名的属性啊，这太典型了我啊！刚才我跟大家其实已经暗示了一个地方，我一重要的事我说了，重要的事我强调三遍，在哪儿？啊，至少有哥们记得了，是不是在咱们的那个什么选择器里边，属性选择器这个位置，是给它设置了一个属性啊？是不是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属性？是不是这样？你想，我这个下面会员选中不就是给它添加一个属性切 key 的零切 key 的吗？是这样？好，咱们怎么样？是不是点儿 ATR 啊？是不是这玩的？这里面使用 ATTR 啊，而你再看一下，裤衩表里边啊，是有一个属性啊，是不是操作属性啊？是不是就是使用的？注意，你看这个，看一下这里面方法，我不点进去，你能不能猜里面的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，或通过名称获取这个属性的值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怎么样？是不是给它设置一个属性以及它的值啊？很不错啊，大家能看这个，一看就明白，那么这块学起来就相对轻松。然后这个是不是得点击看一下？哎，这里面怎么样？
看到没有？什么意思？设置多个，设置多个，给的是个 property 组，多个，是不是有个 src 啊？是不是一个 alt 啊 ？alt 啊？啊，关于这个，好，接下来咱们说一个设置，是啥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是 get 啊？二个是啥呢？出，好，这哥们说的出，我就满足你出啊。好，此时咱们来看一下啊，刷新一点，哎，好使，我再点，好吧？你出啥意思啊？我永远都会选中，只要我一点，永远选中。我在不选的时候，我永远都不行，所以此时就问题，咱们实验思路是什么？是保证这个属性跟上面这个一样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获得上面这个，怎么获取？怎么获取？怎么获取？你直接到这这个拿它行不行？完全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么咱们简便一点，设计直接什么？是不是这一次点儿 check it 啊？所以 this 它代表谁？当前你操作的这个，是我们点击的是不是上面这个？所以它代表这个。然后它是不是有一个 check 的这种属性？所以啊，这样一来是不是留下值了？然后它的值是付给它了，这样一来是保证它们一致了。好，保存，然后这怎么样？刷新一下 ，Ctrl+F 刷新，点击全选，再点选，再点，是不是都好使了？你看这个代码怎么样？比之前是不是简单太多了？啊，写太多了。好，思路，这儿注释而言写什么呀？获取下面所有的复选框，哎，啥玩意儿？复选框，并将其选中状态设置。跟啊编号前面的啊，前面的复选框是保持一致啊，保持一致啊，这个代码就是这意思啊，也就这么意思，也就这么样。好，下边啊还有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而现在是 1.8.3 对不对？我刚才说过，咱们经常开发的时候呢，有两个版本，居多的是 1.8.3， 还有一个是1.11，对不对？咱们是不是得看一下1.11这个版本？找到这库怎么样？是拿过来啊 ，Ctrl+C， 哎，放进去。是导进来啊？保存，这个怎么样 ？Ctrl+F 刷新啊，是不是？关闭，哎，关闭其他。哎，我点，不好使，我再点，不也可以啊？但是你再点，哎，行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此时问题就来了，所以这个属性与解块的版本还有关系啊，这儿还得说明 ，ATTR 方法与 decorate 的版本有关，那么在 1.8.3 及以下有效啊。好，这是这个。那么如果现在使用这个，咱们得怎么玩呢？你得使用啊另外的一个 ，Ctrl+C， Ctrl+V， 不是，使用一个属性叫做一个方法叫做 PROP 啊，保存。Ctrl+F 刷新，点四，再点，是好使啊。所以呢，需要注意。好，既然我现在找这个，我现在是不是得把这个给注掉了？这我也得测一下两个里面好不好使啊？保存 ，Ctrl+F 刷新，点击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一样好使？我说过一个问题，高版本的提供的方法或什么东西，它都会向低版本的兼容啊，否则你要想，如果不兼容，问题来了，那我以前写的代码怎么样了？
都废掉了，不都废了啊？对啊，别人都会考虑这个啊。陈源不是很聪明的人啊，尤其是设计别人提供开源的内容，设计那些的内容的人特别聪明的啊。所以这是关于这一块的啊，咱们这个代码呢，已经完成，好，我把这块呢给你保存一下。